今天是10月30号，2024年。那么今天我的旅程将到这个云顶高原，然后要吃我们的这个 buffet lunch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是来到这个 Skyway Cable Car 这里。还有人，我们现在正在缆车里面，在上去云顶高原山顶。那么，到山顶上啊，一算是大概是15分钟左右。那么这边这个缆车里面还有在充电。那么坐缆车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看到这边外面的风景啊。是刚才我们缆车的那个上缆车的那个站 station。OK， 看到吗？这里还有一个瀑布。那么这个缆车呢，它会到那个金穗 Denver， 那个神庙那边会停一个站。那么如果要下去的话，在半路的时候可以下去，那么是免费的。你下去然后再上回去的话，就是到那个山顶。这里就是清水 Denver。 那么这边就是在这个站那边呢，如果你要下去的话呢，就可以下。那么它的那个票是免费的啦，就是停一个站你要下去，你到时候你要上回去的话，就在这个地方再上去云顶。OK， 那么上面的这个地方就是云顶了。看到吗？这已经起了很多那个昆仑。这个就是清水 station， 清水缆车站。我们到了清水缆车站。那么如果要去神庙拜拜啊，看一下这个18层地狱啊。看一下如来佛啊，观音菩萨啊，就可以在这站下车。所以我们下一个站就是垦丁 Sky 云顶高原。
我们到了这个云顶高原山顶。那么这一个地方就是垦丁 Theme Park， 哦 ，Outdoor Theme Park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你就可以买一个入门票，哦，就是你直接进去里面，就是啊，可以玩里面的那些设备了，哦，看到吗？那么它有那个 roller coaster 啊，飞船啊。是的呀，就是它的一个门票是 unlimited 的，就是任你玩的。啊，看到了啊，看到了飞船。哎，看到了roller coaster的飞船了。哎，那个。你好像结婚冲。啊嘞，roller coaster在那边，有水在那边。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他们会考虑年轻人进去玩的。啊，幸亏要有好朋友的。这个是火车哎。跟你拍的有错啊？怎么呢？我们到了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就是。Skyworld Hotel 的这个缆车站目的地汤顶，好，那么这边有很多好吃的食物，现在我们要去这个 Grand Hotel， OK， 那么我们的吃的那个火车是在那个 Grand Hotel 那边，垦丁 Grand Hotel， 就是在那个旧的那个云顶赌场那边。啊，今天还很早了，啊，也不是很多人了。平时呢，公共假期是人山人海了。那么明天是正式这个啊，印度人的过年过节哦，啊，这里是肯定是满人的。啊，这个是里面的 indoor theme park， 好，啊，这个 indoor theme park， 里面也是很多东西玩。这里还有银行，okay， 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垦丁 Grand， 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垦丁 Grand 里面有一个 Coffee Telex，OK， 那么就是里面吃那个补费，吃自助餐的补费 lunch。那么一大人的话，一个人才四十多块，小孩子才三十多，哦，也是值得吃啊，非常的便宜。那么如果你有在这边住宿的话哦，你是可以买他的那个补费 breakfast 哦，也就是有折扣的。那么这边有很多买名牌包包的 Adidas 啊。啊，乔丹诺啊 ，OK。好像你那边一边驾车一边拍，你又拍light，然后别人家都在酒店，那不是一边我还可以做到吗？就。
多少不会上呢？你这样子。你可以来到这里，这个美之窝就是在根丁 Avenue 好、啊、那么在这边你可以吃你的火锅，然后你顺便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啊，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hotel呢，就是 First Floor Hotel，是这个是全亚洲最多酒店房间的这个hotel来的First Floor Hotel。那么如果你要便宜的话呢，First Floor Hotel是最值得去booking啊。这个是缆车啊，然后roller coaster。然后这个是云顶酒店，啊，里面是赌场。在下面，我这一盘都有手机在那个屏幕。